刘华，哎呀，我来说了。小姨，那个小弟弟呀、啊，小弟弟来这里玩了。嗯，叫这么多啊？哎，这应该是粗的吧？用鸡脖子叫起来没人去。先生。啊，我们不会了，我们。别那么笑。嗯。不，那鞋也没脚，快穿好鞋。这个是。哟，这半年了都。真差。没肥料啊！他们又在玩了起来了。啊，没肥。他挖野的吧？那是啥油料？这要多咸呗。好好的。啊，两个都好大。我摸不到嘞。我和先。哦，馄饨差不多熟了。冲点水下去，好，可以吃了，浮起来了。包房子，包房子，到最后好吃。我老母不用了呀。他一个月，他几天后就有。吃饱再讲。开个馄饨店，好吃吗？好嫩。好嫩吗？好吃呀，又煮不老呀，那油。看馄饨店，你妈！啊，放点葱花呀、啊。放点葱花，今个还要好吃，然后一锅一锅的，放起好好。哦，哦，有没漏油？看着嘛，放了点葱花，好香的。好吃吗，外婆？好吃。好吃啊！嗯。你多吃点啊。嗯。没做煎的好吃的吗？是吧？我爸吃山芋。做煎的不好吃了的。我这个还没包，等下吃了没够再包。馄饨包的蛮好的，好喜欢吃吗？你在这油辣吗？没辣呀？没辣，好好吃。嗯，那得了，给他吃。他喜欢吃就好呀。他一边看电视一边在吃。你要闹饭了，对着他。嗯。看一下好不好吃，小宝贝。妈妈喂。哎呀！你看看你手机才要看的。哦，我在拍你吃。好可爱，快点吃一个，能干能干。吃一个大馄饨，快点哦！等一下说你好能干哦。哦，大馄饨，大馄饨。